各位购车室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是刚刚发表，当天发表，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驾，就是 Honda Accord。那这台车这次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，并不是2011年的车型。虽然它的改变幅度并不大，尤其在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外观和内装配备上的差异很小，可是它的内在的改变呢，却很值得一提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新车试驾，因为这台车它的轴距、轮距，甚至包括内装的配置呢，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甚至包括行李箱的空间也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的售价编程。目前它的售价分为三个等级，比较重要的重点是 2.0 的车型已经完全取消了，取代的就是 2.4 有两个等级，以及 3.5 V6 一个等级。它的售价分别为97.9万、113.9万以及 3.5 V6 的132.9万。那为什么会取消 2.0 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 2.0 以前的版本呢，它的售价也要90几万，它跟目前贩售的 2.4 入门版本97.9万的价差非常的小。那据台湾本田表示呢，其实你只要大概花个几万块的升级，就可以享有 2.4 的车型。另外还有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在台湾的汽车市场，1800到2400它的税金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只要花个几万块，就可以从原本的 2.0 升级为 2.4，而且配备规格也跟 2.0 有很大幅度的一个进步。Accord 算是台湾制造的国产大型房车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就是 Camry， 不过 Camry 还是占了大部分的汽车市场。在 Accord 小改款之后的一个造型，在车头上的改变幅度有几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水箱护罩，水箱护罩的造型做了一点小小的更动。第二个部分就是保杆的部分呢，保杆和雾灯的附近呢，还有整个保杆的造型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更动，它比较朝运动化去靠拢。头灯的配置呢，因为我们今天试驾是 2.4 的版本，所以头灯它有 HID， 不过因为它并不是鱼眼头灯，所以并没有 AFS。在车侧的部分，它整个造型甚至一些细节上的部分都完全一模一样。轮胎搭配是17寸，它的轮胎配置是225/50R17。在 2.4 两个规格上有一个差异，就是天窗。2.4 的入门版本是没有天窗的，顶级版本才有天窗的配置。另外包括镀铬把手、后视镜上面的方向灯也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。车尾的整个造型和上一代是完全相同。本来我们很期待的尾灯可能会有 LED 的设计呢，不过很可惜并没有。排气管的造型是单边的设计， 3.5 V6 的车型才是双出的排气管设计。整个车室的乘坐空间，不管是行李箱空间，甚至包括后座的乘坐空间，也跟上一代是完全相同的。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嘉伟手上拿的这个钥匙，上一代的钥匙呢是和 CRV 甚至其他的本田车系是一模一样，那这一代改变了，第一个它是有一个折叠的功能，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造型呢比上一代好看很多。然后上面的按键呢，有开关锁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遥控后尾门的一个功能。那说到这个遥控后尾门呢，我相信很多 Accord 的车主应该也知道，如果你没有把钥匙带在身上的话，你直接去开后行李箱的尾门，就算你把中控锁释放掉，你还是打不开的。你必须要透过座椅旁边的一个拉杆，甚至钥匙上的遥控器，才可以去开启后尾门。这个是一个安全的装置啊，在北美市场贩售的车型呢，大部分的车型都有这样的功能。那以内装的布局和配色，甚至包括整个规格来说，有一点小小的改变。第一个就是，之前 CRV 小改款的时候，全车系搭配的一个定速装置呢，在 Accord 上面也看得到。2.4 两个等级和 3.5 也都完全有定速装置。这样的配备虽然看似几个小小的按键，可是它却非常实用。购车是在几年前开始创办了油耗设置之后呢，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强调定速它的重要性。如今在国产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有这样的配备，我们也很高兴。希望未来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，在我们现在不厌其烦的一直强调下呢，未来国产车系也可以慢慢重视这些主被动安全。说到主被动安全，在 Accord 2.4 两个等级有一个差异，就是 ESP， 就是 ASR 的一个循迹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必须在 2.4 的顶级和 3.5 V6 才有。如果是在 2.4 的入门版本，除了没有天窗之外，循迹系统也是没有的。气囊的配置在 2.4 入门版本只有两个气囊，不过在 2.4 的顶级以及 3.5 V6 呢，除了四具气囊之外，另外还多了一个车侧的气帘。中控台的造型还是维持跟上一代一样的水准，很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整合式的萤幕。虽然台湾本田有推出一个由台湾自行研发的一个萤幕，不过这个萤幕的质感还有解析度其实并没有很好。如果你常常上网了解一下全球车市，你会发现其实在美规市场的 Accord
它的萤幕是整合在我们现在 ARCO 这个单色萤幕的上面，它是做一个彩色的显示，而且它萤幕的高度是比较高的。第一个就是对于驾驶视野来说，这个萤幕的高度刚刚好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它萤幕的整合性，还有整个中控台的整合性也会比较好。原本嘉伟以为在这一代的 ARCO， 台湾本田会把这具萤幕整合在中控台上面。其实就像刚刚嘉伟所讲的，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外观、内装一些配备，ARCO 在这个部分和它的竞争对手比起来稍微有点不足，尤其是现在台湾消费者非常在意的影音系统，甚至包括卫星导航，你必须要另外来做选配，而不是像有些车厂原厂就已经标配这个萤幕，让你的中控台的整合性也比较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会感觉像是在外面加装的，仪表板的配置也是完全的相同，中间也一样没有铝层电脑。我们这次本来期待的一些ARCO小改款的配备呢，在内装的部分，它的改变幅度除了定速之外，其实它改变幅度并没有很大。变速箱的搭配一样是五速的自排变速箱，不过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，包括定速以及拨片，可以让它方向盘整合性和完整性达到最好的一个标准。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肉眼看得到的外观和内装配件呢，有一个地方是消费者必须要实际去试驾才感受得到的，在这一代的 2.4 小改款的车型上呢，台湾本田刻意的把引擎做了一些调整，虽然引擎还是搭配了一样是双凸轮轴的 iVTEC 引擎，其实嘉伟比较喜欢的是 2.0 那具单凸轮轴的 iVTEC， 因为那具引擎第一个世代比较新，第二个它的省油性表现很好，第三个部分就是那具 2.0 的引擎，其实和 2.4 比起来，它的整个加速的力道，还有就是和变速箱换挡的一个衔接搭配呢， 2.4 和 2.0 其实差不多，可是省油性 2.0 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具引擎在我们今天实际的试驾，你会发现就是它整个加速的线性呢和上一代其实是差不多，可是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当你今天在高速公路行驶最准，你把油门放掉那一刹那，在上一代的车型呢，你会感觉到如果这个时候是在五档，它的引擎转速它掉下来幅度没有很高，可是现在换到这一代的车型呢，你把油门放掉那一刹那，你会发现它引擎转速掉下来会比较多一点，也就是当你今天在五档滑行的时候呢，它的引擎转速是比较低的，也许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可以创造出原厂公布这一代 ARCO 和上一代小改款之前的车型，它的油耗表现有明显的进步。在最后，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的试驾心得。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做很完整的新车试驾，因为 ARCO 的部分呢，它其实它改变的幅度并没有很大。主要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在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一些灯具啊，甚至包括保杆的造型，主要的重点是在引擎。因为我曾经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ARCO， 尤其我开的也是 2.4， 那这一代的 2.4 和上一代的 2.4 比较起来，整个加速的线性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当你今天把油门放掉的时候呢，感觉会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一点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现任 2.4 车主，或者是你即将入主 ARCO 2.4， 都可以去展示之间试看看嘉伟所说的这个感觉，也许这个就是原厂强调的省油性，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。因为当你今天在有档位的情况下滑行，其实它也是耗油的。那如果说能够把适度的把转速下降，让你的油耗表现会更好，不要因此去影响到引擎刹车啦，甚至包括一些安全性，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啊让车辆更省油的一个方法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，我每次看 ARCO， 不管是我之前的 ARCO， 或者是这次小改款的车型，我对于它，我当然会拿它跟国产其他的中大型房车来做比较。ARCO 它有几个优势，第一个就是它的方向盘，就是我们驾驶者摸得到的方向盘和座椅，它整个操驾的感觉呢，确实跟其他的日系品牌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它并不是好，可是它却让你，就是你的双手会舍不得离开方向盘，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试驾乐趣。那这种驾驶乐趣呢？在其他车型上，你要看到可能你要提升它的车体刚性，甚至包括悬吊要做一些强化，才有办法有这样的驾驶乐趣。可是，在ARCO上面呢，原厂搭配的17岁轮圈、原厂的悬吊、原厂的防倾杆，甚至包括一些拉杆结构杆，就可以让这辆车拥有一个不错的刚性，以及还不错的一个驾驶乐趣。这个内在当然要你去试乘才有办法去体验。可是我相信很多台湾消费者在意的是你肉眼看得到的，譬如说配备、影音配备，譬如轮圈变十八寸，或者是外形呢看起来比较气派，或者是有一些电子配备，这样子你入手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值得。可是这些东西还是我不厌其烦的在讲，主被动安全也好，驾驶乐趣，整个车辆带给你的机械回馈，那个才是无价的。
你再多的电子配备，你还是会用力的一天。那阿扣这辆车，其实要你去展示间去亲自试乘呢，才会有那样的感受。也许你看行路，你发现啊，怎么没有萤幕？电动椅才就一边，或者是说为什么它的一些科技配备或电子配备这么的少，你可能就放弃了去看这台车。可是我相信你去试驾过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的内在确实跟其他的车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OK， 我今天为大家试驾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